大家好，我是陈志强。大家好，我是志熙。在新的一年兔年，祝大家能够兔飞猛进，赚钱赚到兔，红兔大展，大家一起发。心愿就是怀一个兔宝宝。就是希望能好运到，这个运是怀孕的运。春节的时候我们去走村，志熙的爸爸妈妈还特地带我们到了一个庙宇，原本以为只是去观光而已，结果到了那边，爸爸就说这边有一个求子庙方，就现场有500尊的罗汉，然后这500尊罗汉的头，只要每一尊大家头上又顺时钟摸三下的生子，然后逆时钟摸三下的生女。后来我们就真的花了大概将近50分钟的时间，把那500尊全部摸完。摸完之后有什么感觉？摸摸摸完之后晚上啊！大家好，我是陈志强。大家好，我是志熙。在新的一年兔年，祝大家能够兔飞猛进，赚钱赚到兔，红兔大展，大家一起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心愿就是怀一个兔宝宝。就是希望能好运到，这个运是怀孕的运。对，然后因为也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去走村，志熙的爸爸妈妈还特地带我们到了一个庙宇，原本以为只是去观光而已，结果到了那边，爸爸就说这边有一个求子庙方，就现场有500尊的罗汉，然后这500尊罗汉的头，只要每一尊大家头上又顺时钟摸三下的生子，然后逆时钟摸三下的生女，然后500尊都摸完，你的愿望就能成真。我就说，哇，500尊呢！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先意识一下，摸个2-3尊这样子。结果我发现他爸妈的那个手机已经拿起来，开始录影，做记录。妈妈手机不放下，我就得继续摸。后来我们就真的花了大概将近50分钟的时间，把那500尊全部摸完。摸完之后有什么感觉？摸摸哎、欸，摸完之后晚上，大姨妈就来。不是，这个就是代表说会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在他这一次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更努力的好好做人，嗯。对。男生女生我都很喜欢，因为女生就是可以帮她打扮，那男生我就会觉得长得会很像她，就会很可爱。对，所以我男生女生我都可以。然后因为为什么会想要小孩，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可以去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了。嗯，应该提升一下另外一种身份，让自己的责任感多一份。我觉得小孩子也是夫妻双方一个家庭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润滑剂。我觉得有小孩子在，生活应该有不同的乐趣。嗯，那这个过年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经历啊？还是有难忘的事情？这个过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妈妈不在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个没有妈妈的年节，但我觉得幸福的是我多了娘家可以回，所以这次是我第一次回娘家。然后志熙的爸爸妈妈对我都非常照顾，就像自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新的年跟我新的身份，就未来我都很期待，都新的开始，嗯。你要自己讲吗？你有包吗？没有，我没有包，我没有包红包给他，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习俗。但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阿嬷，然后都我要说，我都有包给他们。对，我都有包给他们，那他们也都有包给我，我觉得那很可爱。对，他说要送我一张台积电。对，他就说会买我的名字。今天大涨啊！对啊，因为之前买的都大跌啊，现在都大涨。一直以来就是还是要在这边谢谢三立电视一直对我们夫妻俩那么的照顾。那接下来的戏，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准备好，力挺到底，力挺到底，
就是只要有三立就有我们，只要有我们就有三立。好感动哦。哦，真的、啊？那我们赶快去。真的假的？他是特别在那边等我们。所以呢，我们要走过去点。要。那摄影机要跟着我们吗？好啊。那我们，你拿着摄影机这样。好，我拿着摄影机。哎，小心，小心。那我们去后面。好。可以啊，我们要去跟董事长拜年。董事长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发大财，谢谢董事长的照顾，带领着我们三立集团所有的员工，还有重要的是演员，让我们都有平台可以好好的表演，非常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那我这个应该来做点什么动作啦哈。哇，新年快乐，新婚快乐，谢谢董事长。董事长，那我希望这红包，这个是我们这今年兔年过年的红包，但接下来我们办喜宴，希望董事长也能到。那是一定要的吗？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的祝福，恭喜，谢谢，新年快乐，三立发大财。